博来区詹文溪花秋季限定的田根子草花海种植绽放的期间，今仔日十月七下午，大来桥边詹文溪花石仔路水红道路举办2022大来社花季田根子草市集音乐会及政令宣导的活动。台南市长杨伟德、立委郭国文等民代贵宾亲临活动现场，开心交现场民众做伙赏景。杨伟德特别推荐田根子草花海，是会当媲美国外凤凰的台南秋季上界水的观光景点。台南市长杨伟德表示，非常高兴哦，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来到大内雪花季，也就是我们田根子草节。那其实田根子草，大家以为以前都会叫做是芦苇，事实上它真的名字叫田根子草，而且它有经济价值的，可以做洗手乳。我们刚刚看到很多老师也开始在做。那但是基本上大家看到田根子草，现在感觉就是一片像雪花一样。你只要坐高铁也好，坐台铁也好，你经过桥的旁边就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田根子草，然后一片雪花雪景的样子，让很多没有出国、还没有出国，或是说没有去过看过雪的好多好朋友，事实上感觉很疗愈哦。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观，也希望说，就像有时候有些国家有枫叶，就看到秋天来就枫红，我们看到的是雪花，所以呢，很希望大家来台南、来大内看看田根子草，看看雪花季，看看漂亮的美景，吃吃美食都很欢迎哦，非常适合的哦。大来桥啊，詹文溪畔的堤防道路吼，即卖的迄个田根子草的花海吼，已经非常盛大的一个开放吼。咱大来桥这边遮的迄个田根子草也称作九月雪伊是季节限定就是咱秋季季节才会开的花吼所以吼我拢甲称为九月雪吼。那九月雪即卖是咱台南市的迄个秋季限定上界水的迄个美景就对啦吼。咱今仔日伫咱迄个市长吼的迄个支持之下吼我来开办2022田根子花海的迄个九月雪季市集音乐会吼。那位于入口处才得当看吼看到咱的迄个田根子花艺的一个拱门吼入口拱门就对了吼种是阮同事吼伊安尼吼用手工来做开。那今仔日伊的活动吼真多吼有乐团表演吼佮有咱的迄个农特产的迄个市集吼今仔日嘛真好康就是阮嘛有准备100分的迄个花草冰淇淋吼来迄个咱游客来选用吼。市长今仔日嘛来发放50元的一个折价券吼由咱游客来自由购买吼。那另外吼，阮嘛有迄个野餐的派对吼咱总共有5-6桌吼伫咱的堤防上吼可以一边用着点心一边看着堤防的一个田根子草花海吼甚至咱嘛会当来看迄个夕阳吼所以今仔日咱会当讲吼是非常热闹的对啦吼。那另外吼咱嘛有迄个USR 就是嘉南药剂大学吼的一个合作吼阮有做迄、那个田根子草伊的迄、那个洗手乳，还有一个抗菌的一个沐浴乳。还有吼，快看哦，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好不好？那我们准备，好，3、2、1，好，温柔一些，哇，我们的主题也就是我们大内雪花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内赏美景、吃美食、游逛大内。我们台上的各位长官贵宾们哈，看一下我们的前方哦，我们快的哈来做这个拍照哈，来麻烦看一下我们的前方，等一下哦，等一下，有手举牌是不是？好，来麻烦。谢谢哦、对大来桥放眼望去咧，一整片浪漫洁白的花海咧，有着九月雪的美意。每年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大来桥赏雪，也是拍摄完美照的绝佳的地点。目前已经看到詹文溪花田根子草的绽放，十分的梦幻。
咱们溪花雪花市集展售的在地农特产品甲特色的文创，现场有乐团表演、梦幻泡泡秀、野餐派对、闯关游戏，甲田根植草 DIY 体验等活动，吸引不少民众到场。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